赶快离开。叫我去拿的。好，先生，在那边。大概30岁，身高140公分，特征平头，大眼睛。那硬男没有啊？男朋友那什么关系？公平竞争嘛，就是说啊，怎么样？好了，下班再说。去吧。小哥，水果了，我先下几个给你吃，好不好？不用了，再等一下吧。请他们来多不好意思啊，在外面请不是很好吗？哎，这有什么关系啊，都是小哥的好同事。哎，大家来了。谢谢。你怎么比客人还晚到啊？房子都找好了耶。真的？嗯，我们去跟小哥报告好不好？不要了，我去。哎，走嘛。哎，你饺子吃多吃几个啊。小哥，我有件事情要跟你报告。我房子都找好了，我想跟慧琳在下个月4号举行婚礼。好，恭喜小哥私房钱好了，大哥，我不要了。哎呦，我晚上还要开会啊，让我们早点吃饺子吧。啊，哎，开动啊！哎，你搞什么飞机啊？来，准备一下，存在。有关于霍妻子失踪勒索的案子，为什么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但是通过例如我们已经发布全省，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回应。根据以往掳人勒索的案例来研判，我们要预防歹徒会有恶劣的行动。所以除了全力缉捕这个人之外，更要配合各基层单位彻底清查无名尸体。
今晚上别走啊。干嘛？我们大伙打算给你办一个光棍席别会。不行啊，今天晚上我跟我未婚妻约好了去看新房子的。不管，吃完饭后上酒廊，如果你不去的话，我们大伙牵你的账。哪有那么怕老婆的？喂，我是方文明。文明，我刚找他做窗帘的，他那里花色又多，送我又便宜，我已经跟他约好了，你下班以后一起到我们新房去。啊？哎，我晚上有个客户从南部上来，很重要哎。啊，那我已经跟他约好了耶。我看你自己去好了，反正一切都由你自己做主嘛。好吧，那你不准跟他们一起出去疯哦。好，拜拜。七点。熊猫似的。妈，慧琳有没有打电话给我？没有，早点进来睡吧。奇怪，怎么会没有？小哥啊，我是维明啊，慧琳他到哪去了？不知道啊，他不是在家吗？奇怪，我打到家里去没有人接啊。维明，喝酒了啊？公司应酬嘛。哼，好小子，老婆还没有进门就先学会应酬啊，小心我替你屁股。好了，不用担心了，他可能找同学去了，早点睡吧。Ha ha ha ha!
一下。好。平静一点，不要怕。哎，长得好像亚东妹妹啊！不是，他是贝尔姐的哥哥。所造成的，由皮肤磨损程度来看，对方全心要置他于死地，幸好为领子上的硬物阻挡，侥幸留下一命。当然了，这些资料是不够的，必须要等到消防提醒之后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如果这件事情让亚东自行处理的话，恐怕有所不便，我建议让燕玲跟品平呢去跟小妹沟通。不，我自己问他。
我晓得该怎么说。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你当然很难过，但是办案要抛开兄长的悲愤。亚东，你了解吗？在我手里，赶快准备80万，我就放人，听见没有？你说什么？曹文硕，赶快把钱准备好，我会再打电话给你。自闭症，自闭症，他需要安静的环境来调养，即使住在家里会比医院好。对，谢谢，谢谢。大声，大声，大声！叫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吓死人了！那天那个女孩子哥哥是警察啊。我们本票白签了嘛，现在怎么办？上回已经有人报警了，赵奎又弄个条子的妹妹，我看我们流年不利，你说我应该怎么办？你怎么才把退堂鼓了？我警告你，你给我放稳一点，回过头来想想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算的呢？你看哪里啊？社会版一大片，难怪你这两天魂不守舍的。哎，这么大的事你都瞒着妈，你说话呀。妈，我们现在暂时不要谈这些好不好？不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被人强暴了，你还想娶他？我告诉你，我不答应。多恶心，搞不好他已经弄了一身病了。妈，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儿子，天涯何处无芳草，你不要害得妈将来连门都不敢出啊。妈，慧玲会这个样子我也要负一半责任啊。胡说，女孩子不惹人家怎么会招出这种事情来？你不要把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你跟她一刀两断。我也拜托你啊，你是个警察，你更应该了解很多事情我们非做不可。哎呀，你走，我妹妹的事我自己会给队里交代的。亚东，相信我，队上每一个人都希望小妹能够早日康复，更希望她能早点出来指认凶手，因为到目前为止她是我们破案唯一的希望，你知道吗？刘太太的尸首，被他们收拾起来，从山谷被发现了。又来过。海外带勒索，这种手段还真是恐怖了。班长，
不是我不通情理，这群败类不早点绳之以法的话，不知道还有多少妇女会遭殃。亚东那边呢，你要加把劲儿。我也知道啊，要不然我怎么叫叶宁先去跟他说呢？亚东的妹妹是心理问题，对心理问题我最内行。哎，你好了吧你，别跟个小公鸡一样。亚东，你妹妹还要休养多久？请你打起精神来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你除了安抚你妹妹的情绪之外，同时担负了整个社会治安的契机。我告诉你，说明白一点，这次破案的关键就在你妹妹的身上。一起去。准备宣布破案，去吧去吧，快去快去，哎，走了，你说。
怎么说？哎呀，放手！放手！拿起来看看，你们干的好事！你不要走，你给我过来，给我过来！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行凶！队长，可是他脏啊！废话，像你们这样笨的都好，哪个敢不脏？你们这几块料搞什么鬼？你以为我分不清楚？队长，是我叫他们动手的。队长，是我看不过去他们张罗鼠目样子，我不催他催谁？混蛋！一讲义气，你们有种！就算对方不提出告诉的话，我喊督察司这关你们怎么过？原则上，一个人记过一次。听到没有？是是。来，兄弟们，干杯！来，干杯，干杯。都错了，这个错算不了什么了。是啊，光是上半年我们就气了四个鬼，别放在心上嘛。不好意思，这是我害了你。来了，再讲这种话就要罚酒了。来，我敬你们。来来来，事不关己则已，关心则乱。没想到小妹会这么严重。再不行，我准备送她回台中。队长恐怕不会答应吧？是啊，小梅是这个案子唯一的活口，我看她有必要留下指认了。逼她出来作证，我不忍心。逼她出来作证，万一让那个歹徒逍遥法外，那才窝囊啊！善恶有报，只是时候未到。替你切一点水果。玉姓孙，孙亚东，我要找冯耀明。请稍后。方先生，有位孙亚东先生找你。你不要说我不在。需要冷静冷静，请你出去。被强暴过，你是王八蛋！他被强暴也是你造成的，自己一个人跑出去喝酒，让他一个人出去办事。他被强暴是要害他的，方文明，够了！我不要听了，苏大哥，我很尊重，我也是要你尊重我的意愿，好不好？混蛋！你打我！你打我！你打！你打！你打！
我看还好嘛，没怎么样了。哎，是不是这个公司人？我是去，去。没事报什么案？真是无聊透了。看他长相像华人吗？你这是扰民，你知不知道？不管你有任何理由，必须要自我控制。对了，原本他也不是去吵架，但是对方并不见面，才把他给搞火。警察是不可以发泄喜怒哀乐的，警界辛苦建立的声誉就是被这种人破坏。好了，去写一份悔过书来。亚东，小妹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谢队长，我还可以照顾。等一下，你说过的话我都想过，没有错，男人本来就很难接受这种事情。不过请你看在慧玲跟你那么亲近的份上，你要帮帮她，让她再站起来，哪怕是一通电话，就是敷衍敷衍，对她也是好的。好啊，你白天打人还不够，你居然找上门来，你简直是欺负到家了你！妈，他不是来打架的吗？妈，我打死你！这样子吧，妈，妈，你不打死你！妈，妈，高文明，请你务必要帮帮我，谢谢。滚！你给我滚！没出息的东西，人家找上门来了，像哑巴似的。喂，张老魏，孙大哥，我是维明，我想跟慧玲说说话。哦，当然当然，你等一下哈，慧玲，你电话。来，你这又是何苦呢？心里头要惦记着他，跟他谈谈吗？好，我把电话放这里，如果真的不接就把他挂了。
虽然还在输血，但是大夫说已经稳定了，来吧，不会有事，安小心了。组长，我快要疯了，这一回恐怕要花不少钱。刚刚我打电话到队部，叫他们准备，过一会儿我就先回去了。谢谢，我不缺钱，本来都没有事的，都是那个贱货。谁呀？方维明。这一代人的心情，所以才在电话里面刺伤了慧玲。我想你应该很了解，老人家总是不能够接受这种事实的嘛。那你来是代表你母亲同意的？不，我代表我自己，我是诚心诚意要来看慧玲的。孙大哥，请你相信我，经过这次的考验，我跟慧玲或许会是一个重新的开始。队长正在分配任务。上一次我们为什么让人改成编跑？那个错是在我们局，我们不应该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教练上。聂华，哎呦，我们希望这次再发生这种情况。你放心，我跟杨同庭协商，这次呢我们会扩大管制区，而且彼此全部用无线电对话。对的，你放心，这次只要他敢来，就绝对跑不掉。哎，你怎么回来了？医院有人看着吗？报告队长，我妹妹已经好多了。你妹妹心情好了？是，她已经找到药了。报告队长，哎，又出现了。我想参加。好，谢谢队长。这次任务呢，我们是做诱饵，准备换衣服，不过千万要注意安全。是。好像有一张纸条。
可以，我会把他打死的。请不提这件事情，如果慧玲在出庭作证，把我放在这么一轰，你叫我家里面的人作何感想？这两个人是没有前科的，如果只是伪造勒索，法官是不会判他太多的刑责，关了几年之后他们还是会出来害人的。那让别人去指证他们好了，反正我不要慧玲出去作证。慧玲，难道你真的愿意再去面对那些人对你问东问西的吗？慧玲，哥哥是不能强迫你做什么，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出面指认可以挽救许多不幸的人，许多像你一样有过这种遭遇的人。慧玲，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事情再闹大，我们俩之间可能就真的完了。慧玲，干嘛不好再讲了，不说了，不说了。哎，亚东，怎么样？可不可以来？好。哎，是不是真的没办法？怎么样？我想你也是尽力，可恨便宜了这两个家伙，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什么话都说尽了。当然他也是顾及我妹夫的面子，也是不得已的。亚东，你妹妹，她人在外面啊。只为追求崇高理想，经
过多么少，蜕变多少，真理是我唯一方向，往前冲冲冲冲，我要冲破黑暗，往前冲冲冲冲，我要冲破黑暗，迎接阳光，往前冲冲冲冲，我要冲破黑暗，往前冲请你看在慧玲跟你那么亲近的份上，你要帮帮她，让她再站起来。我孙小姐，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电话。这回恐怕要花不少钱。他怎么了？出去办个。那个错是在我们的局，我们不应该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出庭作证，这是我们的订婚戒指。大夫，哎，你不要讲，你不要讲。那能得到正确的答案，这件说不干脆，正确答案盖章就过去。OK， 对不起，一下就 pass 到那个。你除了安抚你妹妹的情绪之外，同时整个社会治安的契机，同时担负了整个社会治安的契机。三，三安。我是羊头，我知道了，我负责跟。等，五、四、三。OK， 还有一个，第一个，你是带转的呀？没有，跳开，跳开，不是这个、跳开，这不要。
还记得我吗？我是天野里面最倒霉的那个组员孙环。为什么最倒霉呢？因为我有一次出任务，一个不小心把腿给摔断了。你看，还包着石膏，不良于行呢。本来想说好好的在家里休养一阵子，可是没想到我们陈应龙陈组长居然还派我来这里海拔2200公尺、全台湾省最高的派出所来出个特别任务。怎么办呢？身为一个警务人员的我，当然是任务优先，服从第一了。不过我告诉你，我想最毒的还是制作单位，我腿都断了还不肯放过我，大概是不舍得那笔抚恤金吧。别说是我说的、啊、好了，我现在去执行任务了。各位观众，有没有兴趣跟我一块来看看？这里好像不是这门口，是这门路没错，怎么这样子呢？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山派出所当年是面对着山谷建造的，后门根本就没有通路进出派出所，必须经过蜿蜒的路道，而门口横穿而过的铁轨呢，也是这儿的特色。如今由于道路的修建，进出都改由后门。至于为什么没有把门面推掉过来呢？根据我个人侧面的了解，大概是跟个人讲究的风水有关吧。在还没来到这儿之前，我一直认为像这种山区派出所的主管，应该是那种把一生岁月都默默奉献在他工作岗位上的年长主管。如果你也跟我的想法一样的话，那我们就要大错特错了。现在就让我们来拜访一下这位年轻的主管简巡官。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通常这一个派出所他驻所的成员有多少位？啊，以我们本身阿里山派出所的成员啊，有6名啊，六个主管，包括主管。啊，另外我们有附属一个林业检查站啊，那个警员有2名，总共有8名。等于说派出所之外还附属一个检查站。哎，是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在您服务这么久的时间哈，就是您在山上服务跟一般山下的一些城市的警察，生活上跟工作上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在勤务方面啊大同小异，但是在生活上啊，山区的警察啊，就是比平地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平常啊到守武警必须以守为家啊，除了勤务出勤以外，其他都必须在守待命，不含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还得以守为家，真够辛苦的。那简巡官想再请问一下哈，您通常在山上负责的勤务都有哪一些性质的勤务？啊，依我们这个派出所的勤务啊，除了值班以外啊，外勤我们有家户访问啊，还有巡逻啊、守望啊、临检，另外阿里山地区的金融机构安全维护、治安维护，哎，是是。另外我们还要担当起这个啊交通秩序整理。交通秩序这里，哎，是有关交通问题啊，就是每逢假日啊，因为阿里山是旅游区啊，名闻中外啊，来这边观日出啊，游客甚多，日出啊，每天啊清晨3点半左右啊，陆陆续续啊，游客就会进入游乐区啊，车水马龙啊，就会造成交通阻塞啊，我们派出所勤务就必须出勤来维护这个交通秩序啊，使游客能顺利啊，顺畅的到观河观赏日出。这点观众朋友想不到吧，在山上还会塞车了。各位观众朋友，让我带你去看一看日出。现在的时间是凌晨5:15，明确的天空已经透出了一道白光，太阳呢正整个大蛋随时准备冒出来了。在这里已经挤满了从3点半就已经开始涌入的人潮，大伙呢都期待着一睹素有盛名的阿里山日出。您瞧，耀眼的光直入眼帘，从大伙雀跃的神情里不难想象出他们心中的喜悦吧。您是不是也想登峰盛会呢？不过在欢乐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辛劳的警员们在半夜也爬起床来，为了大家的方便而牺牲了他们自己的睡眠。现在检巡官正带着我到明月检查哨去实地的了解一下。明月检查哨位在通往石河的途中，他必须坐火车才能到达。从阿里山的旧火车站出发，大约
什么玩意儿。穿梭在这浓密的森林，享受这个大自然的洗礼，原本世界上经历过的事情。如果像我这样拄着拐杖一跛一跛的满山而行，我就不是那么回事喽。尽管伙伴们甚至于我自己都自嘲是天野里面最倒霉的一个，不过说实话，还真的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就算必须攀登高山，跨越大海，只要能够挖掘出观众喜欢的、平常少见的新鲜事儿，再幸福也是值得。还有，不好意思，大概是手撑得太累了，一下子没稳住，摔了一跤。不过还好，不算严重。大伙的关切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摔跤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摔跤还能再站起来。你说是吗？希望观众朋友能给我不断的支持，给我鼓励。对了，摔了这一跤，倒是我想起一件事，在山区的警察有项节目是平地所没有的，您知道是什么吗？在山区的警察有一项特殊的节目，那就是山难救助。山难救助，是的。一般登山团体啊，在这个高山地区啊，如果一有这个山难或者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发动我们本地区的这个山青队员呢、协助我们一同去巡回。像这种事情啊、有时候要花三五天的时间呢、登山啊、爬山涉水啊、翻山越岭，才能够将这个山难者救回。您现在所看到的是为了加强救难、防止意外的无线电通讯系统。解决官，我想请教你一下哈，这台机器啊，它的功能是负责什么的？这台机器的功能，它是负责山难发生时搜寻搜救山难者发生的地点来定向它的位置。那怎么操作呢？是对方会发射无线电呼叫，还是什么样一个状况？这操作方面是登山者他可以直接跟本固定台通话紧急时他可以发出求救信号我们本台的定向机可以按下那个定向罗盘可以正确找到他方位另外我们可以接收他那个坡度一坡度的强弱我们来定向他的方位。各位喜爱登山的朋友有福了，有了这种机器，你们只要登山前跟派出所主管单位申请，我相信对你们生命的保障是一大福音啊。时间要多久了？
还需要1-2个小时，1-2个小时要。是。各位朋友，不晓得您信不信，在这里待上1-2年了，一定可以当选马拉松的竞走代表。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块铁板，知道它的功用在哪里？给你一点暗示。哎呦，算了，我还是告诉你好了，它是警报器。为什么叫它警报器呢？因为在发生紧急事件的时候，这样子敲击它发出声响，以便集合全村的村民。那当然了，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我们都使用扩音器。在山区常会发生一些森林火警，当派出所接获报告以后，便会立刻集合三亲前往救助。有件事情很有意思，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请教你个问题哈，想请教一下，他能出去救火，为什么不带什么消防设施啊？而带镰刀啊、刀子啊这些东西是为什么？因为在林班地发生火灾啊，水源比较缺乏，水源比较缺乏，对，所以我们现在带这个镰刀呢，是开个防火巷，来防止这个火灾那个蔓延，防止火灾的蔓延。对，好，谢谢。各位朋友。救火不用水，用刀子，您大概没听过吧？哎呦，出来的时间蛮长了，3天7个小时又20几分了，我要回去了。各位观众朋友，您对这次的特别任务还满意吗？咱们下个礼拜见了。